各位朋友，大家好。大家是否希望将自己嘅产品或者服务喺 Google 全球最大嘅搜寻器首页自然排位展示出？喺呢个视频，我哋教大家点样可以用零成本达至呢个目标。我哋先睇一下互联网喺每一分钟里面嘅海量数据变化。YouTube 上传72个小时视频 ，Google 搜寻咗200几万。域名增加70个，网站增加570个，邮件服务发出2亿封邮件。我哋点样可以喺呢个海量数据里面，喺关键词里面遥遥领先呢？独占鳌头啦！我哋点样可以借助 Google 同 YouTube 呢个平台，为我哋带嚟嘅搜寻获得流量呢？佢两个加埋每一分钟有300几万嘅搜寻。我哋试一个关键词。Quarterly Hits 全球排位第一嘅是我哋其中一个关联产品，在这个页面带来的关联连接有220万，我哋全球排位第一。另外 Google 在下面的简易搜寻冠名加了两个连接给我们，这里带出来的关联连接有一个是24000，一个是8000几，两个加埋有30000几个外联。我哋呢啲外联大部分都系从 YouTube 呢个平台带过嚟。我哋今日讲嘅 Video Marketing， 佢个优势系在于佢能偷偷切切展示我哋嘅产品俾我哋嘅海外客户，让佢哋了解认识我哋嘅产品。喺一个动态情况之下，佢更加容易了解到我哋嘅产品嘅应用、个操作、个效果。我哋今日讲嘅 Video Marketing 并非遥不可及，而系近在咫尺。因为它是一个免费平台。在网页的页面有200几万，我们再去 video 页面看看，它带来264000，在10个关联连接里面我们霸占了8个，多了竞价广告。第二页情况一样，第三页情况都是一样，第四页情况都是一样，第五页情况都是一样，第六页情况都是一样。在这个情况之下，就说明了这个行业的朋友或者他需要投入这个行业的朋友，他大部分都是看由我们提供的视频。因为我们的视频比较多，他选择比较多，在同行里面我们完全没有竞争对手。我们只要把我们的机器做好，我们不担心我们的业务。在嚟紧嘅5月20号，我哋喺香港工业总会培训中心举办一场研讨会，中小企如何面向全球市场，由零成本做全球视频推广，重新出发。时间系下午3点至5点，喺香港工业总会培训中心。如果大家对呢个研讨会有兴趣嘅，大家不妨点击呢个链接下载报名表，向香港工业总会申请。大家亦可以打电话同香港工业总会咨询一下。我哋为大家推荐一个平台 ，Podus Channel， 佢系一个唯一一个可以进入中国市场嘅视频平台。我哋保证我哋承诺，大家嘅视频或者广告播出之前，我哋绝不加插广告干预。同时，观众透过智能手机可以直接观看你哋嘅视频或者广告。是无需要下载任何应用程式或者 apps， 这个是我们的优势。大家如果对这方面有兴趣的，大家不妨向我们咨询一下，是免费的。多谢大家。